你可以拿这样子点，你在转的时候重心维持在这里，然后拿它重心维持在这里，就是看看你这左手有没有，我是拿在等一下我在什么位置，你看我拿的地方，对，不是重心，可是我在转的时候我重心是在那个地方转，就一直在那边就对了，对对对，是重心在这里转，然后我的手是要拿在重心外面，你看我这样才有办法慢，要它能调整它的控制，可是你们都是用，我现在不太会学手腕转，因为学手腕转你没有，反正你转完枪转的是这里，你是这里，你转这里才对，如果你转完枪你觉得你手腕会痛，表示你绝对是错的，这样子手腕会受伤，跟我一起吗？然后如果你们大家都是转这么慢，你们才有办法去对枪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你才能去调整你的转速。要不然大家都是快的，你只要越转越快。哦，不是没转，好酸。对，是快。